我们继续完成一幅束缚的作品，下边是树，上边是水，远处是水，近处是树。齐木偶，现在我们画下边的树，近景的树，先画脚印。
这是一棵大树，老树。这个喂龙凤不能让它太规整规整，参差不齐。和这个树差不多了，树干都留顺。为了衬托它的夹叶，这边搞点别的树，衬托一下子。
红树叶，衬托出那夹页层次，有些夹页层次出前后关系。也可以用点叶数来衬托。好了，画到这儿，再改一改，改一改再整理。